喂，妈。那个菜啷个做？搞不来了。尖椒鸡，我搞不来了。现在做好没得？啊，我没现在没有做，我现在还要去买，你说嘛。好，晓得了。我的也搞定了，我得切菜，我得把我的菜切了，我切了得马上。哎，这鸡翅，哎哥，我的鸡肉呢？把我鸡肉拿给我一下，我的鸡肉。叫什么？我的鸡肉，不是这个鸡肉。不是这个鸡肉，是这个来，这个鸡肉。宝贝儿，切这样，这一节一定要窝回去，嗯，这样，这一节一定要窝回去，嗯，让你的刀和这个平面一样，嗯，就这么这样，嗯，千万别剁了手，你这个手是要为弹吉他的，好吧？这是还有骨头，嗯，我这个骨头管它，硬刚，宝贝儿，嗯，这样你切两刀，剩下的我来切，好吧？哎，没事，我自己来，他想自己来，我还是自己你这样不切到自己，你能保证不切到自己手啊？我保证，我还是自己完成一下吧。嗯，这个你一定要自己从头到尾来啊。嗯，对，我完全从头到尾来。嗯，我要吃到你的辣子鸡。嗯，还是剁来的实在。男人就该剁。可以想象到以后，比如说我切什么丝的时候，你希望练成那样是吗？我无敌了，斩断你的翅膀，让你无法飞翔。你的名字重新怎么说？汪圆儿。汪圆儿。对，一定要有那个儿化音。圆儿，圆圆儿的，圆圆的。对，但是圆圆的就不这样。重庆好像没有圆圆的哦，没有，一般就是特别圆，就是圆溜了，哦，就是圆溜了，对，就溜溜圆那个圆溜了。不过妈跟我说，她说这种辣子鸡丁。